那一天就是我特别紧张，而且我没有拍过戏之前，所以有很多机位我就不是特别的知道。然后由于那个就是购物架很就是很窄，然后它其实机位你要卡的特别的准确，所以才能拍到你。然后我就走了三遍位置，但是拍的时候就还是有两三遍，就是那个位置其实是不对的，因为我要跑完以后就是去选零食到处跑，跑完了以后就在那个位置说。那就由于我们三个人站在一起，就是宪哥，然后两个姐姐，然后我们就是位置很难抢，因为中间的距离就那么一点。然后我看到就是最后有一个特别感触的是。镜头到了第三遍的时候，杨子姐姐，我看她从镜头里退了一步，那个镜头我才抓到，就是她会帮你去抓那个镜头，她会主动的去退着，让你去，她知道我那一边又好像又不对，然后她就很，就是很明显的退了一步，所以就，嫂子，啊，平时老大有骂过你吗？